有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士爆料说，市长是有意挑战高雄市长的选举，想请问这个传闻是否属实？那市长未来如果有南下竞选的规划吗？不过因为昨天也有一个民调是说，陈其迈市长目前的满意度其实是超过70%，这样子我们在民众党在高雄部分的胜算大概如何？如果2022真的转战高雄或桃园，请问市长觉得这是能够成功的拉抬民众党，然后来扮演母鸡的角色吗？谢谢。啊，这是防疫记者会的哈，不是选战记者会。不过是这样，目前已经传出我要选桃园跟高雄了。我相信在未来的时间，应该会陆陆续续传出本人要参选各个县市的传闻哦。我看等到全部都出来以后，我们再讨论了。